不用，不用动了。不要拿我当人形大键盘。不用动，反正我相机就不，反正我效果就不咋好。我好好奇你们好多事情啊，感觉怎么查到的航班，然后怎么？我们猜的。那我如果是我们如果是晚上十一点的飞机的话呢？我们今天真的是猜的，就等着呗。今天不走线，我们就从栽的。按照 T2、T3。今对你今天如果不走线。T2、T3肯定选择 T3呢，因为 T3是国际航班啊。T2也有。我觉得这么说，我们今天飞机太早了，你别紧张。隔着半天还是你，不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这变节目很努力了。他很努力的不想让我们，就是让我们辛苦跑一趟。太早了，我因为我们就得5点钟出发，像我们你们得几点钟出发？我们来的时候你们已经4点钟。我一共飞2个，他们公安今天为什么没空？我每次下半天都是临睡觉前我才收。我今天其实是我本来11点要飞南京，我去出差，然后呢，今天不在国外吗？对，然后昨天晚上跟我说航班取消了，我要改票，你改票，所以我准备得去。欠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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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欠